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观看视频。今天我又来到了南机场夜市这里来吃晚餐了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南机场夜市是台北市民最喜欢的一个夜市，也是 YouTuber 报道最频繁的一个美食景点。40号摊位的沙茶牛肉炒面是被大家忽略的一个角落，我想是因为没有品牌名称，宣传没有着力点。我今天来吃过一次，才发现原本害怕踩雷完全是一个无稽想法。他们的牛肉炒面量多味浓，价廉物美，吃完之后立马变常客。好吃的牛肉炒面要做到面条弹滑而不糜烂，牛肉软嫩而不干柴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火候。把酱油五香腌制过的牛肉大火旺油快炒，加入蔬菜翻炒几下就要丢面条，将炒面的过程适度加水，如此才不会把牛肉炒过头。吃面条的时候加一点辣椒更是鲜美的要飞上天了。
这个开多久了？十几年了，十五年有了。那你是第二代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在第一代，他还在第一代。哇，那么年轻就创业。你们味道做得很好。啊，谢谢。哇。